还在睡觉？哎呀，别吵，大周末的，让我继续睡觉。继续睡吗？梦境游戏现在开始，游戏失败将无法逃出梦境。哎呀，谁呀？别吵了，让我继续睡觉。现在开始。睡得可真舒服呀。今天果冻叫我去看电影，不对，现在都几点了呀？不是吧，都日上三竿了，完了完了，我知道了，果冻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要不走出梦境，否则永远困在梦中。骗鬼呢，他永远困在梦境中。果冻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你罚我吧。小王子，我怎么会罚你呢？哎呀，好啦，电影快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哦，果冻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啊，果冻，不好意思啊，看电影睡着了，怎么不叫醒我呀？没关系啊，我这不是想你多睡一会儿吗？嗯，不对，我平时迟到，你肯定会骂我一顿。看电影睡着，你肯定会给我一个大逼斗啊？怎么会？人家一直都是这么温柔的呀。嗯，不对呀。小王子，我决定了，以后我不扣你零花钱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当然啦，而且你的钱我都给你存起来了，今天都给你。果冻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有了这些钱我就能买到很多东西了。果冻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？哼，我什么时候不对你好了？你对我好的有点奇怪。对，确实奇怪。要不走出梦境，否则永远困在梦中。不是吧，难道我现在真的在梦中吗？什么梦啊，难道小王子你不相信我吗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是这个梦是假的，果冻不会这么温柔，你肯定是假的，这个梦是假的。终于出来了，原来在梦里意识到做梦，强制清醒就能醒过来，什么神秘人还困在梦境，鬼才相信呢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他们的房子都在天上？难道这是梦中梦？啊，那怎么办呀？难道我真的要被困在梦境里了吗？那个神秘人说的是真的，这里是梦境，只要强制清醒就能出去了。这是做梦，这是做梦，这是做梦，这是做梦。哎，怎么没用啊？逃离梦境的方式只能使用一次，无法逃离梦境，将永远困在梦境之中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哎，有了，我记得以前做噩梦的时候，只要从高处跳下去就会惊醒。来了，啊！小王子。小王子，你怎么了呀？是啊，你都睡了两天了，满头大汗的。啊，我睡了两天？对呀，我们来找你，发现怎么都叫不醒你。那个神秘人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好啦，我们走啦，今天是美食村聚会，汉堡他们等我们很久啦。哦，差点把这事忘了，我们走。哼，